薄。览监听，使深者不隐，远者不塞，所谓辟四门，明四目也。其能直言正谏，不避死亡之诛者，特加宠荣，呆一不次，则失之。冬于既得之丧于矣，寻以母丧去官。夫除自成修始有序，家贫不能据止彼。愿得少禄以忠于公。有诏拜谏议大夫，复修始。睿宗崩，实禄。刘东都召京持议取晋子公，以父丧解。宰相张说用诏东西待之。中丧为太子左庶子。开元十三年，帝东封泰山，道中庶持设为乐。今简曰方。登代告臣，不当主角兽，使有垂堂之围，朽诸之代。帝纳之。明年六月，大封，召群臣臣得师。今上书曰，自春以来，抗阳不雨，乃六月戊午，大风拔树，坏居人庐舍。传曰，敬德不用，绝灾旱。上下必革，树位于节，阴清于阳，则旱灾应。又曰，朕备得隐，绝讽法屋坏木，风阴类大臣之相。恐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权，怀谋上之心。臣闻百王之师，皆由权宜。PG 1862。余下故曰：人主与人权，由道持太阿，受之以柄。夫天降灾异，欲人主感悟，愿深察天变，杜绝其盟。且陛下成天后，何地之乱，府库未充，冗员上繁，户口流散，法出多门，求业大行，趋近弥广。此必未革，实陛下恕政之阙也，臣不胜全权。愿赤贫群小，不为漫游，出不遇之女，俭不及之马，明选举。